开心呢。谢谢谢谢。哇！打打打打打！打劫！别动！你是谁？你干什么？她是我的女朋友。我管你她是谁！我现在就要钱，给我钱！你要钱？我真的没有钱，但是我有这一双名牌鞋子，原价9900，现在可以给你了。我要你的鞋子干嘛？我现在要钱啊，你给我钱。哼，你这个男的真的不讲道理。她是我女朋友，你跟我说你叫什么名字。我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周杰伦。我跟你单挑，现在你女朋友在我的手里啊。周杰伦跑。死亡笔之使用规则，写名字的时候，牢记你一定要想着那个人的样子，否则没有效果。因此，不能同时杀害同名同姓的人。二，被写上名字的人会在失十秒后死于心状麻痹，在写上名字的失十秒内就可以写上死因。三，一旦名字被写在笔记上，就肯定会死，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消除。周杰伦啊，抢我女朋友啊！好，周杰伦在11月28日晚上8:30，在商店门口大唱双截棍。断气而息。你在写什么啊？我不要机票了，你快给我钱了你。哟，他没事吗？他在唱，嘿嘿嘿，他没事吗？我自己没事，我。你没事吗？你没事就好了，我们走吧。太困了，okay. 你跟着很帅呀、啊。那当然了、啊。我的优势就是长得个子高，样子也长得不错，去哪儿人家都讨喜欢。一气又一气的利用死亡笔记杀人，男主角已经给这本可以。